表哥，我爹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二伯在府上很安全，他很担心你。你跟我走吧。不行，我得留下来照顾长姐，而且我还得帮徐子言。你能帮他什么？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那我走了，其他人能一起走吗？不行，只许你跟我走。那我不走了。徐子言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。哎，哟，你应该跟他走的。你以后再这么说，我就真的走了。谢谢你。大人，南城那边病人怎么样？回大人，这个病只要是到了后期，基本上就没法治了。把所有帐里病人统一送到听雨轩观察。大人，这听雨轩可还有您家亲戚呢。你现在就把所有患者统一集中到听雨轩。这没听懂吗？是。你跟我回府。